呢隻 configuration 係 Hotel Tango Juliet 會經常揸到嘅飛機嚟嘅。我係 Helen， 我係一個民航機師。我係 Andrew， 我都係一個民航機師。開心。我都係。我是一個 bio 的 student， 係同航空冇關係嘅。on grad 嘅時候，我咪去咗做藥廠咁樣嘅，咁啊讀咗 space 嘅 course， 咁先至開始接觸到呢一行。喺上海同寧波做了一年嘢啦，翻嚟香港之後做 sales and marketing， 做空中服務員啦，做咗三年半。但教落嘅我聽足曬咁多年，然之後出到嚟就唔知道自己想點，所以我係好開心可以揾到一條自己想行嘅方向。Conu Space 是一個很 open 俾所有人去讀書的地方嚟嘅。文學學到有咩轉變的地方，就是你的信念很緊要咯。唔好俾人覺得你因為矮所以你不可以做機師，因為你是女仔，你揸飛機就一定冇男仔咁叻，唔係咁樣啦。喺 Space 嗰度幫我擴闊咗圈子很多。很重要的就是找到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 prepare。早一日就我同佢嗰只機係咁樣交接咗咯，就一個 instrument 都睇住佢喺我面前，咁樣飛過，啊，好努力咁樣去飛得好準，然之後做咗一個完美嘅降落咁樣，真係會令你覺得有好夢幻嗰下，即係 yes。除咗拍拖之外，你都會希望你另一半係你最好嘅朋友嚟嘅。咁兩個人一齊個 dynamic。又是另一種學習，應該咁講係我人生上好大嘅轉變，就不停有新嘅事物嚟，不停咁去 adapt。前面嘅路其實同本地嘅人冇乜分別嘅，我哋都係要結婚、買樓、生仔，都係會面對嘅。而家叫做好似開咗個好好嘅頭，都相信將來係會好嘅。